为什么突然安静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样的人可以夜闯王宫大殿啊？禁军拦不拦得住他？陛下，禁军定会进来。快去找人保护过，快去！ 世子妃，今日世子又差人送了件新的喜服试穿过来，世子妃喜欢哪几件，我都挑出来，晚些时候您再试试。那几件喜服，我穿哪件都可以。那我先拿回屋里去。东离，嗯，世子最喜欢哪件喜服？奴婢猜是今日这一件，这件可是世子亲手选的绸缎绣线。那我到婚当日，便穿这一件吧。好。 世子，医官昨日刚说世子妃气血不足，您今日就给世子妃打了头路回来，赶紧交代下去，趁着新鲜，把陆心挖出来给梁蝉炖汤，养气补血。世子放心，早就交代好了。世子，那些喜服里，梁蝉选了哪一件？本世子也喜欢这一件，我就知道他与我眼光一样。
亮辰，你这树越画越栩栩如生了。世子，你我二日之后便结为夫妻了，之后我西就便是。亮辰，对不起，找了这么久，还是没能把你找到这树到底在哪儿。目前能确定的是。 咱们整个朔云乃至整个北陆地界，都没有。西疆，你可了解东陆？东陆永昭国历来繁荣，若有如此参天大树，早应该传出来。至于临川，临川怎么了？整个东陆不足，只有临川这个地方最为阴森深。 听说三年之前，临川整个族群一夜之间全部消失，每一个想要踏进去一探究竟的外族人，都是有去无回。3年前，你将我救回朔云也是3年前，我失去的也是3年前全部的记忆。这3年来，我时常梦到这两棵树，会不会跟我的身世有关？你叫梁禅，自小生于朔云，你我二人指腹为婚，青梅竹马一同长大。 3年前的那一日，你被野兽追赶，落入河中失去了记忆。这就是你。这树或许存在，但或许只是一场梦。知道了。你身体向来不好，往后别在院子里吹风了。 这幅画，我还是交给东篱，让他帮我拿到市集上去卖。 世子非您的，东篱，其实你也知道，世子他是为了哄我开心，才编了这么一个身份给我。世子妃，您说什么呢？你别紧张，其实我都知道，朔云族规不可自伤体肤，朔云女子都是没有耳洞的，可是我有。世子妃。 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的那些画近日可有消息？还没有，不过这几日会有灯会，往来的商旅较多，兴许有哪位客人就能认出您画中那棵树的来处呢。灯会？那我们也去看看吧。世子妃，按朔云婚俗，成婚前3日女子外出是为不祥，你有什么想买的？ 穷枝挺秀，玉叶滋生。莫急，属于你的那一片叶子，终会落入你的掌中。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
若是今夜还没有认认出这两棵树，自此以后我就是梁辰，再不追苏国。哎哎哎，拿好啊，都小心点啊，这可是世子大婚接亲要用的。少主，此处就是硕荣总。 青山绿水，愁女鸟兽啊！佳作来来，老板，哎，我是世子府的，请问，今日可有人认出这幅画上的树？倒是有几人想买，我记着府中东黎姑娘的画，每幅啊都会放上一个月再卖出的。劳烦您今夜晚一些时候收摊，我晚些时候再过来。好嘞，那我今晚就晚些收摊。趁着混乱，把他带走确认身份。 只是为了钱财，啊，这钱袋就当做是酒钱，若是不够，我再回去取些。把他面纱揭了，说确认是公主，直接宰了。若不是呢？那你随意。啊！行军。 他的面纱，还惹不到你来接。
我回去禀报主上。 谢谢你救了我。谢谢。说吧，林离之在哪儿？林离之是什么？我不想与你废话。交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竟然问我是谁？放开他！西京，你是谁？本世子都不认识，还敢动我的女人！ 西京，当心！西京，要小心，不许动他。